苦路让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的苦难，默想自己与主的关系。在四旬期内，愿借由香港教区夏志成福利主教撰写的《生态苦路》，从默想耶稣的苦难，体会到现今受造界的危难，进一步效法生态主宝圣方济，在万物之中认出天主，在天主爱内拥抱大地万物，一起反省皈依大地管理的责任，更新自己的信仰，以洁净的心迎接基督逾越死亡，光荣复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主啊，当我们不无你的足迹时，求赐我们勇气和力量，好能由自己开始，努力维护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，与你合作，使一切受造的兄弟姐妹能早日脱离败坏的控制，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与自由。主耶稣基督，我的天主，求你垂怜我们。第一处，耶稣被判死刑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，你们的君王。”他们喊叫说：“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？”司祭长答说：“除了凯撒，我们没有君王。”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。耶稣无辜被判死刑。非洲象、北极熊等濒临绝种的生物，何尝不是一样呢？由于全球暖化及极端气候的影响，地球的生态环境近年不断恶化，越来越不适合生物的居住。有专家指出，在可见的未来，大量物种将会走上被灭绝的命运。在比拉多面前，主耶稣接受了残酷而不公平的判刑。生命的天主，今日多样物种也因着我们人类的自私贪婪，正面临被判刑似的惨遭灭绝。求你帮助我们明认自己的过错，教导我们如何能维护脆弱的生态环境，尽力去珍惜和保存你赐给我们的这份大自然的礼物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
第二处，耶稣肩负十字架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那时，兵士戏弄耶稣说：“犹太人的君王万岁！”随后向他吐唾沫，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。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去外氅，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原是一根树干，曾经生气盎然地矗立在大地之上。根据联合国的报告，全球森林面积正以每年减少73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，由此造成物种的多样性锐减，生态环境恶化，土壤严重流失。主耶稣背负着十字架，承受着重荷，步履蹒跚的前行。美善的天主，大片的森林被滥伐，树木一棵棵的倒下，但是倒下的更是我们人类的良知。主啊，我们竟然如此愚昧无知，亲手破坏这个共同的家园。求你助佑，帮助我们在万物身上认识你、尊重你和爱慕你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三处，耶稣第一次跌倒地上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他受尽了侮辱，被人遗弃，他真是个苦人儿，熟悉病苦，他好像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。他受尽了侮辱，因而我们都以他不算什么。屹立的山体滑落了，陡峭的斜坡崩塌了。经过多年的滥伐，使失去生态平衡的大地再没有能力保护自己。顷刻之间，如脱缰野马似的泥石流无情地掩埋了房屋，摧毁了生命，是天灾，更是人祸。主耶稣体力不支，失去平衡，跌倒地上。怜悯的天主，求你宽恕我们，恩赐我们能努力去净化污染了的心灵，懂得如同你那样的怜悯众生，停止污染世界，
做一个忠心尽责的好管家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四处，耶稣遇见母亲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西穆昂祝福了他们，并对耶稣的母亲说：你看这个孩子，他被注定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生气，并将成为众人排斥的标记。这样，许多人的秘密心思便会泄露出来。至于你，一把利剑将刺透你的心灵。生态失衡，地球暖化，大地母亲正承受着我们加于她的种种痛苦。在濒临绝种的生物身上，在污染浑浊的河流里面，在恶臭扑鼻的空气之中，她呐喊，她呻吟，我们听到吗？我们愿意皈依悔改吗？玛利亚以爱来承受痛苦，使痛苦转化成为救赎的途径。创造的天主，我们的大地母亲正在哀痛叹息，求你指引我们，懂得由自己开始，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丢弃的文化、浪费的习惯，与大地修好度真正生态皈依的生活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五处，西满负担耶稣的刑具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
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，就抓住一个从田间来的基勒乃人西满，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，叫他在耶稣后面背着。这位来自田间的西满，代表着很多在生态危机中首当其冲的穷苦大众。当食水被污染时，他们无能力购买瓶装水。当海平面上升淹没家园时，他们无能力迁徙到其他地方。他们被迫背负着生态危机带来的十字架。分担着十字架的重荷，西满也成了跟随耶稣的一位门徒。启示的天主，人类的环境和大自然的环境正一同恶化，求你光照我们，使我们明白到贫富悬殊与生态平衡不是两个危机，而是一个危机的两面。环境议题必须整合社会公益，这样我们才能聆听和回应兄弟姐妹的呐喊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六处，乌罗尼迦为耶稣抹面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侮辱破碎了我心，使我忧伤难过。我期望有人同情，却未寻到一个。为人抹面有多难？自吸购物袋，回收一个保特瓶，一个铝罐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又有多难？生态危机已经迫近眉睫了，不必等政府、商家采取行动，他们有他们的责任。是时候让我们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行动，来承担关爱受造兄弟姐妹的责任。在围观的人群中，只有乌罗尼迦一人挺身而出，为主抹面。医治的天主，为很多人来说，大自然只是一处有待开发的场所，不断提供资源的地方。求你医治我们，使我们有勇气抹去自私和贪婪的污垢，借着受造的兄弟姐妹，重新发现你慈爱的面容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
为世界带来的喜乐。第七处，耶稣再次不知倒地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，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。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，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的人。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冰架一一倒下坠落，长期暴露于日光下的北极海，由于失去海冰反射太阳辐射，反射率下降，导致吸收很多阳光而变得温暖。专家警告，北极很快不再下雪，而是下雨，这样冰川将会加剧融化。倒下容易，起来困难。可是，因着对我们的爱，耶稣再次站了起来。公义的天主，全球的冰川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，你以奇妙的方式使地球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，我们却任意妄为，漠视大自然的规律。全球暖化其实就是大自然的反噬。愿我们从耶稣再次站起来之中学习，排除万难，坚持踏上生态归一的路途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木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八处，耶稣安慰痛哭他的妇女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有许多人民及妇女跟随着耶稣，妇女捶胸痛哭他。耶稣转身向他们说：“
耶路撒冷女子，你们不要哭我，但因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。昔日的良田，今日成了旱地，泥土皲裂，寸草不生。昔日的湖泊，今日干涸见底，水量锐减，渔获不在。以耕种捕鱼为生的农民、渔夫欲哭无泪，投诉无门。然而，遭受生态灾难打击的又何止他们呢？妇女哭泣，为承受不公不义的耶稣流涕落泪。哀痛的天主，生态灾难是我们人类一手所造成的。可是，我们既然可以为恶，当然亦可以行善。求你引导我们，善用你赐予我们的自由，重视生态公义，化危机为契机，给未来的世代留下一个生态平衡的美好世界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九处，耶稣第三次跌倒在地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就如许多人对他不生惊愕，因为他的容貌损伤的已不像人，他的形状已不像人子，同样，众民族也都要对他不生惊异。众君王在他面前都要闭口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从未向他们讲述过的事，听见了从未听说过的事。生态危机除了威胁大自然之外，还威胁到人类的历史、艺术和文化遗产。我们的消费主义心态，在全球化经济结构的推动下，压倒了一切的独特性，使它们变得千篇一律。不同文化的消失，与动植物物种的消失相比，对人类的影响更为严重，因为威胁到的是不同民族的身份认同。耶稣第三次跌倒了，他还会站起来吗？会的，因为他爱到底。仁爱的天主，丰富而多样的人类文化，彰显出你的多姿多彩、伟大无朋。请强化我们的爱德，以尊重和欣赏的态度
对待不同的文化，彼此学习，一同成长，并且致力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及他们的文化传统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十处，耶稣被剥去衣服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宽赦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”他们研究分了他的衣服，民众站着观望，首领们嗤笑说：“别人他救了，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缚者、被选者，就救他自己吧。”生态危机使各地出现水土流失，沙漠扩大，水源枯竭、森林消失等现象，整个大地好像被剥去衣服似的失去尊严，暴露在人类的愚昧无知和自私贪婪之中。我们在进步发展的名义之下，对万物予取予吸，造成了地球的生态浩劫。被剥去衣服的耶稣，在人眼中毫无尊严，是个罪犯。其实，真正犯罪的却是我们。谦卑的天主，耶稣以赤裸之躯，彻底流露出你对世人的深情厚爱。愿我们能在你的爱内，重建与你、与他人及与大地的关系，不再自居为万物的主宰，为生态危机带来扭转的曙光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
第十一处，耶稣悬在十字架上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女人，看你的儿子。然后又对那门徒说：看你的母亲。就从那时起，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动弹不得，孤立无援。因全球暖化而导致的海平面上升，已经使不少沿海土地遭受盐害，不宜耕作，更影响到饮用水的品质，使数以百万人成为气候难民。他们中最穷困的，没有资源，难以迁徙，动弹不得，孤立无援。被处极刑的耶稣，丝毫没有动摇对父及对万物的爱，因而成了救恩的根源。慈悲的天主，极端气候正磨难着无数的人，尤其是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弱势群体。让我们学习你的温良慈善，纠正对受造物的态度，放弃败坏的控制，好能分享到你借着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救恩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十二处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生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这时大约已是第六时辰，遍地都昏黑了，直到第九时辰，太阳失去了光，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。耶稣大声呼喊说：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。说完这话，便断了气。有如常人一般死去的耶稣，活出超越常人的圆满生命。他断气的一刻，为一切受造物打开了进入永生的大门。生态危机能够是一个招教，促使我们有内心的深度皈依，与耶稣相遇。
耶稣听命至死，使十字架成了天主救赎的标记。永生的天主，你的圣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捐躯舍命，给在罪恶中的人展示你无限的爱情。我们愿意转向你，信靠你，在生态危机中承认自己的罪过、缺点和失败，活出我们的使命，成为你化工的保护者，与受造界修和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木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十三处，耶稣的尸体被卸下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兵士前来，把第一个人的，并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二个人的腿打断了。可是，及至到耶稣跟前，看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。但是，有一个兵士用枪刺透了他的肋旁，立时流出了血和水。人的罪过置耶稣于死地。我们妄想扮演天主的角色，以为可以操纵万物，一切为己所用，到头来却使大地荒凉，众生濒临死亡。事实上，我们人类绝对不可能与其他受造物脱离关系，他们的死亡也将是我们的死亡。圣母抱着爱子的尸体，看到罪恶的残酷，更看到天主那永不挽回的爱情。宽恕的天主，求你施恩，赦免我们对受造兄弟姐妹所犯下的罪过，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与他们是连结一起的。我们许诺，要以感恩之心去承认世界是你的恩赐，并以牺牲和善行去回应你对我们无限的爱情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木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
第十四处，耶稣被埋葬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比拉多既然从百夫长口中得知了实情，就把耶稣的尸体赐给了若瑟。若瑟买了殓部裹好，把它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，然后把一块石头滚到坟墓门口。一切都过去了，耶稣被埋葬了，还有希望和转机吗？面对生态危机，不少人疑惑，事到如今已经水死风臭了，能够挽回吗？极端气候能够逆转吗？的确，要维护生态环境，很多做法需要改变。但是，最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。当我们问还有没有希望和转机的时候，答案不在外面，而在里面。坟墓中的耶稣，岂是石头能够堵住的呢？因为光明终必战胜黑暗，生命终必战胜死亡。希望的天主，要挽回现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灾难，我们不能单靠自己的善行，我们必须皈依你，投奔你。求你使我们空虚的心灵在你内得到真正的满足，因而能摆脱自我中心和自我封闭，再次选择美善，再次重新开始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墓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第十五处，耶稣复活。至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朝拜你，赞颂你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见了主，便欢喜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。耶稣复活了，一切都扭转过来了，伤痕成了爱情的记号，
让我们认出他来。今天千疮百孔、支离破碎的生态环境，在新天新地里，要成为天主眷爱我们，在最恶劣的时候仍然与我们同在的有力证据。复活的耶稣要更新万物，使他们焕然一新，辉煌灿烂，各有其位。全能的天主，耶稣从死者中复活，使我们在绝望中仍怀希望。但愿我们在面对生态危机中的奋斗和担心，不会夺去我们的希望、喜乐和平安，能够坚定地置信于你，因为你绝不会抛弃我们，绝不会留下我们做孤儿。主，我们敬拜你的十字架，因为你以十字圣母为世界带来了喜乐。耶稣基督，你由于对天父的爱，甘心情愿地走完苦路。因着同一的爱，天父高高举扬你，使你坐在他的右边。现在我们愿意协同生态主宝圣方济，以他的太阳歌，借着万物，与你一起向创造万物的天父祈祷。至高、全能、美善的上主，赞颂、光荣、尊敬和一切的称扬，全部都是你的。至高者，他们只是属于你的，谁都不配呼号你的名。请赞美、称颂我主，感谢他，并以极度的谦卑侍奉他。我主，愿你因你所创造的万物，特别是因尊贵的太阳兄弟受赞颂。他是白昼，你借他赐给我们光明。他是美丽的，也是光辉灿烂的。至高者，他像似你。我主，愿你因我们的月亮姐妹和星辰受赞颂。你在天上造了他们，光亮、宝贵又美丽。我主，愿你因风兄弟、因空气、因天、晴天和一切气候受赞颂。你借他们，使你的受造物得以生存。我主，愿你因我们的水姐妹受赞颂，她极为有用、谦下、珍贵而洁净。我主，愿你因火兄弟受赞颂，你用它光照黑夜，它是美丽的、愉快的、强健的和猛烈的。请赞美称颂我主，感谢他，并以极度的谦卑侍奉他。我主，愿你因我们的大地母亲受赞颂，她养活和治理我们，出产各种果实及色彩缤纷的花草。我主，愿你因那些为爱你而宽恕他人、忍受病苦和责罚的人受赞颂。持守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将由你至高者获得加冕。我主，愿你因我们的姐妹
肉体的死亡受赞颂，它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。死于大罪的人是有祸的。那些承行你至圣旨意而死去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第二次死亡将不会损害他们。全能的天主，求你帮助我们效法圣方济，爱护万物，珍惜大自然，在生活中借一切受造的生命和元素归光荣于你，好使我们也能蒙受你的降福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求我们免于凶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